你干嘛？你想死哦？怎么可能死啊？我根本为韩总而死啊！不要丢！他都可以随便把我丢掉了，我为什么不能丢这个东西？我想你妈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能有什么事情啊？他其实是要我的钱。你太幸福了。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。 对，我不懂，但是我知道，现在你把这东西丢了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。你信上不是说了吗？我让你学会相信，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你妈？我才不会后悔！她已经把我丢了两次了，我要怎么相信她？你忘了吗？那也算是我送你的。哎。